看看新闻网。欢迎各位来到我们今天我主持的节目现场。我呢是今天的场外主持，我是小瑞。今天呢，我觉得啊，在一个人主持的这个外场啊，都是一个人啊，我觉得两个人主持会更加的让人觉得新颖。而我们今天请来的嘉宾呢，我们就不要先公布他是谁，我们来先听一下他的声音。我说，在这2012年的5月27号，我们呢看到了今天我主持的第二期的海选现场，我们的选手呢都相当的出众。没错，各位听到这位声音呢，就是我们的单前方单老师。啊，那么单老师啊，您说您觉得我们今天的选手表现都如何呢？啊，我觉得今天我们的选手表现都是相当出色。啊，不管是美女的跳舞啊，还是我们的评委老师的点评，都是相当到位呀。啊，那么老师，在节目最后吧，你们想对我们的选手说些什么？啊，我想说的就是啊，其实海选过不过呢，这个是没有关系的，大不了呢，我们就到地铁里面去说个评书嘛，说不定赚的钱比主持人还多，对不对呀？啊，好的，谢谢我们的单老师。那么在我们的评委点评之后呢，欢迎我们的第二位选手上场。好，谢谢。我想问一下，你现在是工作了还是学生？半工半读。啊，好的，我非常喜欢你这个声音，很铿锵有力。谢老师。你觉得你平时还能够擅长其他的那个类型的主持吗？我觉得因为以前的话更多的应该算是在电台，就是一直是对着麦克风，而不是你们对着现场观众。是吗？你有这